先坚持说啊，咱们先吃个羊头啊，擦咱们的汁子啊。香的不行了，看见这羊头，还烂不烂啊？烫烫的吃真正香。老爹的羊舌头，香了，这东西不吃的啊，咱们就吃了它。太香了，小眼睛啊，哇塞，看这眼睛，那黑东西不吃了。吃的特别烂火啊，哎呦，这个样子可还有点硬。哎呀，咱抱一个品相完美的羊脑啊。羊肉吃了有点慢，咱剥出来吧，这些太慢了。